大家好，我是小儿科阿包医生吴汉蒙。交通防疫共同行，驾驶乘客好放心。不管是温江大哥或是乘客，都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，才能拥有舒适放心的乘车环境。大家搭车要注意哦。第一，车内全程佩戴口罩。第二，尽量避免交谈及饮食。第三，可以打开窗户，保持通风。第四，非必要不要乱碰触车内其他地方。付款时也可以使用悠游卡或行动支付。就不用烦恼，你找钱时还会碰触到其他物品。下车后一定要记得用肥皂洗手或干洗手消毒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搭乘交通工具，防疫不松懈，安心搭乘，做彼此健康的守护者。
道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
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投资的制胜关键，买进未来的机会，再拼人生高峰，请直播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 APP 直播选播，随点随看，财经资讯一手掌握。搭乘捷运照看不误，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当我觉得世界把我遗弃，但创世跟家人不离不弃；当我感到孤单无助，但照护上有您相助。我虽然不能开口，但仍想表达感谢。创世基金会植物人照护需要您的加入，我是方志友，邀请您一起注入温暖。16500元，一路有您。爱心专线02-8966-4306，爱您小组。
全球财经台手机 APP 线上看 ，Android 手机点选 Play 商店，搜寻全球财经台，下载全球财经台 APP， 安装完成进入全球财经台页面，直播电视随点随播。Apple 手机点选 App Store， 搜寻选取全球财经，下拉寻找全球财经 APP， 按取得，自动安装全球财经 APP， 安装完成，手机萤幕产生全球财经图示，点选全球财经图示，进入全球财经台页面，立即收看大师解盘，赞赞赞！咨询电话02-2999-2939。投资这条道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。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拒绝所有烟品瘾害。所有烟品都 get out， 我拒烟，我招。